4月2日，罗晋在社交网站晒图庆祝粉丝后援会成立10周年，并发文第一个十年感动感恩。罗晋晒出由粉丝大合影组成的数字10的照片，心意满满。随后他还在评论区翻牌粉丝与他们互动，画面温馨有爱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：哥哥好暖心，下一个十年一起走，感恩遇见的缘分，老师快翻我。自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，越来越多的明星都向武汉捐款，献出自己的爱心。而唐嫣罗晋通过中华四元工程扶贫基金会向武汉捐款50万元，和我们一道助力迎难而上的医务工作者们，防控疫情我们在行动，善事无大小，公益路上你我同行。该笔钱用于支持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。此外，唐嫣还为荆门市中医医院捐赠一次性医用手套4000双，医用帽子5000只，愿所有人战胜疫情，平安归来。